下去了，哇，好开心哦，我们飞过来了。今天就是世界结核日，同时也是了解真相权利国际日。妈妈下车子。哇哟！你很歪意，因为你飞过来了哦，吓一跳。你想要知道量子的什么资讯？明天是奴隶制汉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，同时也是圣母岭、豹节和声援被拘留或失踪工作人员国际日。飞过来了，我下车了。这是我的背身板，然后这个是我的裙子。